升上来马上就担任先发。我的追棒带起来，在右外野方向来看看，最后是 foul ball。对，上来真的有锁定住。康也是有一个点。哎呦，这一棒咬得非常扎实，在右半边的飞球往后退，结果一去不回头。岳振华越打越远，本赛季的第二轰是一发 solo shot。哇，首打席三连的，在第二打席直接开轰啊！好像看艾普勒球好像看得特别清楚。对呀、啊，都非常的扎实哦。有出棒都是很扎实的滚地球或者是飞球。到底他在二军是练了什么东西？怎么有办法回到一军之后打得这么样的好？再来看一下进垒点，田。但田归田啊，打者你也要这种好的击球能力、啊。嗯。这个球可能在昨天的风势不见得会过，但今天在球场完全无风的状况下，要求投这个对战打击率都超过了3.4哦。这一棒来看一下，打的也是非常的扎实，在左半边，最后是出去了，海景第一排掰了个掰，也是一个 solo shot。詹皇本赛季的第三轰，这个时候帮助中兄弟啊，在这个半局出现了两发的全垒打，扩大领先为4-0。哇，也是一个平射炮。当然他这个球打得要比岳振华那一棒更平。我刚好是在这个观众席的第一排啊，来看一下。嗯、高起来、嗯。今天确实真的有一些失投的空间。中信兄弟单局所敲出来的第二轰。这个球飞行速度很快、啊，从、嗯、打到全垒打上可能不到3秒。詹皇是连续11场比赛安打的演出。普勒结果这个不打全打则已啊，一打这个。大家好，我是桂桂，记得订阅中信兄弟官方 Twitch 频道以及 Podcast 节目《兄弟你来说》。